祝阮感谢你，予阮有一个好的天气，伫即个中间来得到好你的祝福，祝阮特别伫即个排中间，阮连串已经有几啊日是拢零零的即个传染，阮感谢，就祝你继续祈愿祝福，伫台湾即个国家虽然无够疫苗，拢是阮通过。政府这款有力的领导，会当伫这个中间将这个唔好的病毒来给隔离，这是你予台湾的这个这个领导者，无论中央、无论中央还是地方，会当同个配合。虽然还佫有侪侪这个无同款的声，总是恳求天父赐阮平安，予阮会当同心一致。团结合力来对抗这个病毒，同时也对抗这个排毒片的这个病毒，所以恳求你圣神甲阮同个同在。这个是阮要准备上第二番的维护，就做你照你的维护来显出你的良根，予阮内心欢喜、灵快乐、肉体安全、甲住社会团体，能得到新的快乐。尽草草的道路，愿安尼祈祷，恳求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咱今来看这个，四部经卷第二章哈，四部经卷第二章。刚顶礼拜咱有讲起这个圣神降临的时阵哈，耶稣上天，耶稣上天的时阵伊上天的时阵是。这个做完了后，伫地面上有四十日之久，伫四十日之久了后，伊就被提正经讲，不要讲伊就坐云上天啦吼。当当时坐云上天的时阵，有出现两个少年肩上白衫，虽然无直接讲是天台啦吼，当时咱唔知影迄个是天台，伫这个所在，甲因传播讲讲。恁看因怎样去，伊就怎样来啦吼、哦。所以即句话有影响着，到伫第三章吼、第四章的尾啊，就开始咧讲反面中央。因为迄阵因的了解是想讲这个耶稣伊安怎去吼，安怎来，就是因这代人就会当看到。总之，这个意思我想了解就错误。看伊怎样上天，毋是讲恁也安怎看伊怎样来。就是讲以后伊嘛怎样来个哈，所以吼应该毋是咧讲迄个当代话咧啦，都是虽然因无解即个天台的选择，伫迄个所在大家聚集咱咱做规堆吼，感觉伫遐真好，拢是后来有无同款的方式正经做工伫迄个所在拍破即款的。这个大家安尼领受迄个看状态，当然是大家拢真欢喜，真快乐。当时安尼是行来，只不过是一个组织，安尼无出去专用吼，所以就我都通照伫这个亚都伫迄个所在做宣告，讲恁这个奖金充满恁，恁特别得到能力，要通对犹太这个亚罗撒冷犹太。撒瑪利亞直到地極，通為我做見證，所以這個所在吼，就是，所以呢，前後甲對照起來吼，當然耶穌的話大過所有一切啦吼。耶穌這句話就是咧，已經這個第一章第八節吼，要對猶太對猶太人到猶太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吼，這就是要就提醒，唔是要讓美人猶太人。在迄个所在，大拢占据高足型的高峰。所以就开始在即个正经的工作。正经的工作伫初期是非常明显。在特别的时吼，用特别的方式，在即个所在来显现。所以这个《四道行传》第二章，可能伫五旬节的时吼，正经就开始来降临，大大充满。所以第二章第一节讲无尊节的时，因就组织做聚会。忽然间有一阵大风吹过来的这个响声，对天落来，
啊，充满伫因地里内面诶，规间诶房间诶内面吼，规间诶这个厝体内面吼。啊，这个都在咧讲五旬节，五旬节就是咧讲起这个搬过节了后，啊，这个七七七啊到日了诶第五十日五旬节。啊，这个五旬节啦，就是要讲起来吼，是以这个三大节日之一啦吼。以这个三大节日吼，就是这个啊。搬过节，刚刚头你讲搬过节吼，啊，这个五旬节，啊，甲这个讲做大平节，啊，这个搬过节，咱拢知影伊的重要性啦，吼、啊，当初是毛泽东在伊这个背景出来革命时阵，啊，革命就爱门徛，门徛所在吼，门徛店吼，门面吼、啊，就爱别个所在挂烟火的花，啊，这片的天灾，安尼真歹着，这片的天灾吼，就对迄个所在啊搬过去啦，吼、啊。所以伊这个八姓，诶，大囝啦、大先生啦，吼，加多啊六叔啦，吼，即个大头先啊囝吼，就拢无讲伫迄个所在来受害。多少？嗯，七百五。来，我叫伊，我就叫伊了啦，没个我好哩啦，来，我叫伊。这么多啊？嗯。哦，啊，对，这个时阵吼，搬过节就是安尼搬过去，所以这对你伊这历史吼太重要了吼。啊，因为迄个是正值离开这个埃及坠落的个所在吼，啊，进入这个迦南地吼，前进迦南地。啊，对，另外这个五旬节吼，五旬节认真讲起来吼，毋是伫迄个时阵来讲吼，遐重要个原因毋是正经讲唔得啦，拢是咱即卖个讲。把五旬节看作正经讲用的，五旬节的意思吼，就是讲是搬过节，搬过节吼，到这五十日的七礼拜中间吼，是因就过一节一节的，吼，所以就欢喜庆祝，吼，啊，周崇，吼，啊，大家伫迄个所在宴乐，啊，因会多付出，会当得到修行，啊，这是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啊，这个庆祝有四十九日的时久，在迄个所在休闲、欢喜、快乐，拢当在迄个中间啦，吼。啊，然后咱讲大平镇吼，大平镇入去是第二十三章三十到四十三节啦，吼。这是迄个所在命令，就爱安尼遵守。啊，遵守这个原因就是因为，伊这个八镇出来这个时，反正伊应该是差不多一礼拜左右啦，吼。有讲十一日啦，吼。就已经会当到伫迄个迦南地老尼甲彼个所在，啊，咱拢知影迄个背景，就是派十二个经堂，有十个派教信两个不好教信阿囝，结果吼，安尼八地又要反起来，啊，上帝因为安尼吼，啊，本来是安尼一两礼拜内就会当入去到伫即个迦南地，结果吼，啊，因为伫即个中间啊，因去四十日，啊，对一年多一日啦吼，所以四十年啊，算伫旷野。啊，但伫旷野中间吼，当然拢就是流浪，安尼，即在咱半岛咧行，都是爱带布片啊。哦，啊，即个布片内面吼，啊，即四十年中间充满了侪侪无同款的经验，其实无论是正面，无论是负面，对因来讲拢有真大个教导嘛，看见上帝关联，啊，上帝的即个位格吼，伊的本性啊，有慈悲，有怜悯。啊，嘛有心烦，吼，啊嘛有伫迄个所在，啊，会降落灾祸，啊嘛稳定，啊，对伫即个中间会当更加侪熟悉上帝的即个，啊，即个位格，啊，伊的即个心境，啊，对吼，即个大平镇吼，啊，对因来讲，啊，这是一个纪念祖先吼，因怎样伫即个出来救的时阵的辛苦所受着的功课，你啊经历。哦，对，这只单，这只是上界，啊，对因来讲是上界重要啦，哈。啊，对，伫这个丰收的时阵，哈，正经也来啊，哈。所以哦，这个新约的时阵，五旬节就真对是正经降临节啦，哈。总之，因为就不要求完是照讲是丰收，啊，这个世纪，哈，啊，这个五旬节的时阵，哈，就是丰收的时，啊，正经来教伊，正经来教伊讲，亲像。强的风啊，吼，吹过去的响声，亲像强的风吹过去的响声，吼，安尼意思就有一阵强风无？有听一声？
啊，敢有感觉到风？无。嘿，哦，因为吼，伫这边吼，应该是无啥物强风啊，总是迄个声吼，亲像咱伫外口放野吼，伫迄个所在安尼，啊，你等看迄个看到。今朝即阵哦，含李明宪兄甲即个洪桂龙牧师娘哦，去明宪兄因咧哭啦吼，伫遐钓十来只安尼啦，吼日头正炎，啊伫遐钓半波，哦我钓一尾只大尾，嘿，一条只骨只大鸡啊，只大尾呢无过呢，嘿，哦伊十来只呢，哦伫遐钓吼，钓到呢欢喜个，哦钓起来了。咱红木树吼，斗用马斗遐，斗遐，斗遐咧。哦，我嘛感觉真好咧。哦，啊，对，遐外吼，诶，所在，诶，啊嘛伫迄个所在吼，边遐影真好景嘛吼，甲阮带去看迄个，但讲要看夕阳啊，啊夕阳吼，就是伫咧看做遐这个所在。成龙。啊，成龙啊，成龙啊，我讲哪会好成龙啊？啊，人因较早讲望子成龙啊。迄五十几年前就好啊啦吼，成龙是学人学的吼。啊，最后成龙迄个所在吼，哇，此地吼，此地讲起来吼，啊，感觉讲是，咱亲像讲哦一个安尼保护大自然呐，啊，最近吼要考无落赛。湿地做保护。嘿，要考无落赛，迄是安怎叫做湿地呢？迄较早拢是好的田地啦，吼，啊，海水倒灌了，灌下入来走袂出去。嗯，啊，到边哦，变一片安尼，到边啊，拢浸伫海水内面。嘿，啊，佫也袂当去甲震动哦。啊，若环保若出来讲好，讲安尼世界的鸟一半以上哦，拢会来遮经过安尼啦。哦，啊对哦，到边啊，等你风吹啊，我你着听迄风的声，吼、哦，爱感受迄个风啊，吼、哦，这是真好。总是伊这一个室内，这是室内吼，特别强调讲。忽然有一阵好亲像吼，好亲像强风吹过的这个响声吼。你渗进来的时阵吼，会有亲像这款的，讲唔是逐摆来拢安尼啦。吼，这是非常的时期吼，才非常的方式啊吼。而且吼，这个响声来的时阵吼，讲对天而来，唔是对咱的身边强经过，也唔是讲对咱来这来面咱那大国际吼。我看这迄落，咱是家里阿方啦吼。啊，咱遮个桌仔顶个物件就飞东飞西去嘛，到处真正是有风啦。啊，再讲迄个表面是安静个，总是有听迄真像风个声啦吼。啊，听迄风个声吼，即个看呢，即就一个真欲富欲内面清代咧讲起个吼，正经清代伫即个桌仔，譬如做三项个物件，做三项，正经亲像风，吼、啊，咱会记哩。一番好音第三章的时阵哦，尼格底沃，啊，无，尼格底沃只暗自去问耶稣，讲我着反应得着去。耶稣甲讲呐，镜头师，你着爱镜头听，伊讲我一边呾镜头听，伊讲正经真像风啊，啊，这个风哦，这下当讲是耶稣就地主宰啦，因伫迄个安尼暗暝哦，风微微，掩盖伫这个。这个土埕边吼，啊，这个看做厝边，这个厝的边啊，啊，伫外口啊，风一阵风吹来，啊，你唔知伊对倒落来，对倒落去啊，总是吼正经着亲像安尼啊，吼，伊要安尼来充满伫你，啊，互你会当得着念头先。啊，第二项哦，正经亲像啥物？正经亲像火啦，吼、啊，这个火吼，火咱知影火有这个作用。吼，火就是讲有照光，啊，搁有这个叫做毁坏了，吼，有这个侵犯，啊，有这个烧化，啊，嘛，我哩消毒啦，吼，咱真侪物件吼，呐，歹个物件迄落个吼，赶紧放火烧，啊，将遮个吼，甲伊烧化，啊，烧化了吼，迄个叫做会当得到清气，吼，会当得到清气吼，啊，搁一项吼，正经个亲像这个，正经哦，会亲像伫这个所在，咱即马来继续讲个吼，继续讲个就是讲第三层哦，搁有火焰吼，火焰般个机器吼现出来吼，分别落伫达人个身上啊，好啊，分讲伫达人个头顶、头壳顶，吼啊，对达个伫迄个所在吼，开始
正经的来的时阵吼，讲大家拢现有看到，讲他袂哪像辣条嘞，吼，伊毋是辣条啦，吼，讲真哪真像辣条，变关用咖啡，伫咧倒，真像辣条的血伫咧倒，吼，毋是人咧倒安尼安空气，还是讲迄个警察吼暗伫咧执行吼，啊举一支手枪，搁举一支电火吼，伫遐咧照安尼吼，迄就空气安尼吼，变关咖啡吼，啊伫遐伫咧倒吼，啊。这拢是非常的时机，非常的方式，互因看见、看会晓啊，感受会到啦。啊，对啊，正经是一百岁，一百岁了后就开始安那，就照顾因吼每一个人的口才啦，就用各种的言语讲出来。对啊，正经吼有各种的现象，有亲像风、亲像火，各一方面就是通过话语啦，通过话语在迄个所在证明。这个正经的这个重点吼，伫迄个所在会充满吼。啊，当然吼，咱即马就较少看到讲感触到风哦，大家拢有感触到内面的风哦，冷气是毋是这个风，还是外口迄个风哦？所以吼，即马拢较用什么？现在较灵阮的吼，拢用光方言啊，用光方言吼，伫迄个所在咧判断是毋是有受到正经的充满。啊，这个这是根据的，今麦搁再来咧讲的第五十啦，哈，第五十讲，迄个时阵吼，伫耶路撒冷的对天的达国界啊，哈，的虔诚的犹太人哦，啊，这个声音一个响的时阵吼，真侪人就拢聚集来，啊，人人拢听见门徒讲出证人，啊，听见证的出声啦，哈，啊，拢听出这个。讲出来吼，人人拢听见文徒讲出听众，达人各乡也的话啦，就莫名其妙，啊，因就惊吓也惊奇啊，讲你看，遮的讲话，无拢是家己的人嘛，啊，阮达人是怎样听见因讲，阮对细汉都用本乡的腔口，袂讲出。啊，第九十，阮是帕提亚马代人、伊兰人，伊兼是美国不达米比亚人、犹太啊、加帕多加本多，以及阿西亚啊、库里加、甲蓬菲利亚、埃及、并包括古里奈、埃利比亚一带的人，并嫁居伫即个罗马的犹太人。啊，甲归信犹太教的人啊，哦，啊，对这个所在吼，咱有看见讲，伫迄个所在吼，因听见这个声吼，这个声它到底是什么声？亲像风，诶，咧吹一阵强风的声吼，然后有这个，哦，有这个火降落，啊，就开始讲话了吼，啊，讲话一阵吼，在场的人是几个人？在场的人吼，照讲是要哪要安尼讲起来，在场的人应该照讲是罗迄个罗马书吼，也这个主道行传吼，第一章十五节啦。迄个时约约有一百二十人啊，吼，迄个时约约有一百二十人啊。啊，一百二十人吼，伫迄个所在就已经组织遮侪人，啊，组织遮侪人吼，作者伫这个所在罗加加遮遮侪人吼。这不是拢是住伫这个家里的所在，表示是世界各国过来，敢若是拢家里，伊大家拢会用听家己本身的腔口的伊俩母啊，是阿兰话啊，伊俩母是当作是因的所谓的国语啊，吼，啊阿兰话就是咱咧讲的台语啊，吼，因的本乡的话，总是伊即马讲起来是即个世界各国的话啦，吼，这个时阵总共有十五国啊。啊，十五种的语言啊，吼，十五种的语言吼，安尼讲方言的人偌济？那安尼讲方言的吼，唔干阿是七十二度度嘛，听啊。哦，啊，当时这个所在，我若看原文的正经哦，伫这个所在讲，因拢讲这个香口的话吼，这个因吼，并无拢是男性，并无包括女性。啊，咱知英文哦，气甲气啦，吼。诶，拢咧分别男性甲女性吼，即是干呐？即个咱的迄个衣吼，啊，咱的衣嘛有迄个男性甲女性的吼。啊，对哦，即个是男性的话，对有可能讲方言的人，唔干呐只有十四度。
啊，唔干那可能，唔可能唔干那十二诸多，总是对十五国来吼。啊，这十五国吼、哦、分配伫这个土耳其，甲这个看到啊埃及啦吼，啊加这个看到啊伊朗啦吼。啊，因为吼、哦、这个所在嘛，讲起埃及的所在啦吼，埃及的所在，啊佮亚细亚，安尼讲起来吼、哦。世界各大洲地地中海的这个沿岸，这个所在有欧洲、非洲、亚洲啊，吼，至少这三洲的十五国的人哦，啊，伫这个所在听见，因大家人拢讲起因本身的乡口，所以啊，政治的想法吼，已经是这个普世性的这个一物件。较唔是讲干那只有这个犹太教的人才会当听见，会当讲。哦，所以伫这个所在，予咱通看见，正经通过人，除了是风，除了是火，哦，所以咱讲迄个火吼，会当伫大人个头壳顶吼，你若甲讲真正现场有风啊，迄、那个火吼、哦、可能会吃袂着啦，会当安尼偏一边哦。总是一般看个，咱看个图啊吼，予咱一个刻板的印象哦，是安尼伫顶悬安尼倒个吼。啊，对，咱甲我讲，有听的响声，好亲像大风的声音，总是就即无啥物大风啦吼。啊，对哦，因伫迄个所在咧讲的时阵吼，有个人听着真正真奇啦。哦，第一，克里特人吼，甲阿拉伯人，拢听见因咧用咱的语言吼，讲上帝的大作为啊。所以咧讲也，即个讲无方言吼。方言的内容一般拢一个讲啥物？一般拢一个讲起俄罗斯地啦，上帝的大作为啊，上帝就爱应该就俄罗斯啦吼，伊是创造者，吼咱来看圣诗篇吼，有真侪所在拢讲起是上帝吼，诶，即个高咧俄罗斯上帝诶创造拯救立立吼。啊，对哦，因咧讲诶，是讲因听见，拢是咧讲起上帝大作为啊。哦，啊对哦，这个所在，小小，搁咧烧啊，应该是爱用酒精，用酒精喷喷啊。你要上北卡，北卡我北卡是只。哪有北卡咧？嗯，对哦。这老几岁？十三岁，十二以下拢抽钱啊。哎，这就是安尼，平时呢。这我这十八年。啊，还搁较嗨，还搁较烧喏。这叫你温习。安尼快不？哇，快。好。啊，啊，当时哦，虽然有人听见因一个讲起上帝大作为哦，有人证言十二节啦，哈，证人也伫咧真妄影啊，这个安尼感觉真袂迄个字吼。比如讲，这是甚物款的意思？另外一挂人咧取笑，因只不过是新酒啊灌醉那边啦吼，去店咧食酒醉那边。啊，这个所在吼，就即咱今日看起，这个讲方言的时间吼，是迄一个下早时的九点钟啊，因为吼是讲起迄个，看做三点了后，三点就是九点吼。一般来讲吼，因伫九点以前无啉酒。哦，九点以前无啉酒啊，吼、哦，十点以九点以后有可能啊，吼、哦，总是这个时间吼、哦，是发生一下早是九点的时阵啊，啊下早是九点的时阵吼，啊总是有一挂人吼、哦，就硬心要认硬心嘛，伊当场你伫遐看见，即款的现象听见有暴风，亲像暴风响起吼，啊，大人开始讲，大多在乡口看见每一个人，这个有正经上满的人啊。头壳顶一拍火，吼、哦，一拍火吼，亲像当初是毛泽迄个魂而不回吼，火咧倒啊，当是尸体全部倒落去，啊，袂讲因为伊变完火咧倒吼，啊，规身躯着火，他们着着火啦吼，啊，规身躯的衫着着火无啦。毋过吼，追梦是遮大个真相吼，也搁是有人无信，毋敢若无信吼，搁一个讲风凉话啊。哦，因只不过是亲手灌醉嘛，这样吼。我、哦、对这伫咱做事，甲这个面对各项项事事，那是拢会安尼啦。会安尼的时阵哦，互咱做一个检讨。这个检讨就是讲，那互咱做一个对镜吼，甲咱一个迄个警醒的所在吼。就是讲，
你做去做做较好，都有人会甲你无满意，会甲你出界，哦，啊会甲你挂乌啦，哦，啊，只不过是食少少做那件啦，哦对哦，啊这明明来遮真正，哦正情充满，啊这讲起来是一个新世纪的开始，啊、哦、一个新世纪的重点，正情呢已经正直，做这个时代进入正情的时代，就到今日，哦。啊，最后伫这个中间吼，咱在做任何的代志吼，虽然咱讲起来，敢那真像，真安尼，吼，安尼真用心嘛吼，啊，真用力啦吼，啊，当然吼嘛是会有人讲一挂这个闲话啦，啊，讲一挂风凉话啦，吼，啊，甚至吼，甲你扭曲啦，吼，正经讲嘛，啊，甲你讲一时酒醉安尼，安尼差作遐呢。哦，安尼差不多啊。啊，啊，对于这个所在吼，咱咱往前吼，我接触的迄间叫咩？叫咩？叫做叫咩高呀？哦，大学吼。唔知。嗯，弟弟哦，叫咩啦？啊，大拿，大拿啊。大拿，唔知大拿，哪一大拿？叫做。哈哈哈！江北丁看的。你在那门大的丁嘛？嗯。哇，丁真水，我真袂得用啊。我买三百了，叫来我试。哎。真正吼，伊种种种个无够，无够好，有够下，无简单嘞。迄庄子用木梳啊，迄山顶到个木梳，因后生庄进入木梳吼，招牌吼。最难啊！最难。最难到嘞。最难到嘞。四千几万起。嗯。啊，今麦伊难到个啊！各位做咧聚会啊，因去个时阵啊。啊，伊迄个。因去个时阵啊，各位做咧聚会啊，因一团都招牌，真最难。哦，拢派去上灯卡吼，啊上无人的所在，啊各位做咧聚会啊，阮去的阵吼，少个社会处，哎，各位做啦，都无够十个啦，无够十个咧聚会啦，防疫关系啦，无咯，啊一去的时阵就无啦，伊去了带十四单啊，啊才遐少人吼，哎，啊总是吼去一间教会遐贵，啊得着德国的德国奖，啊就是呢吼，这个红队人无去又看见。啊，所以啊，我咪是特别去迄个所在，家己参观哦。啊，牧师并无在遐，伊就搁有礼拜堂伫遐咧办活动啊。路边的所在吼，路边的所在有迄个，因较早水南教会的即个看做，诶，水南吼。水南。水南教会啊，水南还是大南？水南。诶，迄个林冠啊，迄家己种的。啊，水南教会啊，伊伫大路边细十间啊，吼，细十间啊，啊，毋过土地价正价值，哦，啊，后来因去共买一个路冲的所在吼，哦，一百三十平，到八百万啦，吼，啊，起已经四千几万，起已经啊，即摆吼有百外个咧卖，哦，有百外个咧，无啦，啊，各位厝是因打起的，是旧菜场起，准备要关起来啊，准备要关起来，即摆有足济即款的教会。哦，啊，讲正，因伫迄个所在做工，啊，两个夫妇啊，看啊，少年，我已经带几年啊，工作十几年啊。真老好，因后生啦，因后生啦，真正年啦。迄细汉那是拢我咧家救的。安尼吼。迄是下久我咧喘袂起，真无说对山顶安尼吼。搬来我遮做车，其他。啊，等我无特别介绍，等伊。啊，伊有好手无？即摆有带好手无？都唔是迄个啦。都两个，伊一个。无好手。啊，无啊，总是吼，这是会当伫迄个所在看见讲，这款的工作的进行，咱就是会当相信讲这是正经的做工啦，吼、哦，这是正经的做工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咱去吼，看了就会感动啊，总是真是大家拢会感动，我唔知影，吼、哦。我历史的中间咯，我会安尼去做意见教的吼，总是吼，无拄拄逐间教的拢会甲你感谢啦，吼、哦。对啊，每一件都收拢。嘿嘿嘿嘿嘿，对吧？对啊，哦，做你正经看那做工哦，嘛是同款哦，追梦是正经做工，啊，总是哦，这人
白白在场吼，性情感动，有人就敢讲话。讲真吼，在场的人有人嘛无接受正经，无要接受正经吼，迄、那个苦毒的话就会出来。吼、哦，所以爱注意正经来的时阵，咱就爱互正经，唔是讲正经啊，咱爱情该互正经充满。咱才会用感恩的心去看行行事事啊，啊若无就讲出出这款的苦毒的话。哦，因只不过是饮酒灌醉，安尼那个，那个看到年龄兄，伊讲叫你对什么嘞？对什么话？我只要看。哈哈哈！哈哈！你啊，你怎么？嗯，好，不要紧，饮酒灌醉啦，对啊，咱放酒头前安尼轰轰烈烈、闹闹烈烈吼，啊嘛看了安尼感觉真感动。正经来地方一派吼，正直来造访的时阵吼，莫醉啦，莫醉啦，吼，莫醉，别醉啦，吼。这物件，这个主题是鱼啊饼啊。这是鱼啊饼，嗯。后来，正是你这个所在吼，咱看这段虽然安尼，拢是正面的啊，正经正直同工吼，同风的咧。总是嘛是有人伫接触的时阵吼，伫遐咧起笑啦吼。啊，十四站吼，指定甲十一个主徒徛起，就伫迄个所在大声对众人讲啦：犹太人甲所有踮伫耶路撒冷的人啊，恁应该就明白这个事，也应该留心听我的话。吼、啊，这个人并毋是照恁所想的饮酒醉啦，现在不过是上午九点钟那点啦吼。这正是用秘书所讲的话啦。用秘书在咩所在讲？二章二十八、十到三十二十讲的意思同款啦吼。上帝讲伫这个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伫所有的人。恁的儿女要讲预言，恁的青年人要看异看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啦。所以伫遐的囡吼，我也要将我的灵浇灌伫我的罗卜甲子女。因要讲预言，我要对天顶显出基督，伫地上显出这个真耶。有火，有分幕，啊，日头要变成做黑暗，月亮要变成做火红。地主伟大的显现的日子，临到以前，这一切拢要发生啦。既然迄个时阵，既然求着伊的名，拢要得救啦。这是用你讲吼，二章二十八十到三十二章吼，离这个看到用迄个福音书吼，它有五六百年的进程吼，就伫迄个所在讲起啊。当时正经讲念的时阵吼，彼得就引用这个用你书伫这个所在讲起的吼。啊，讲起来这是哪一个新世代的开始呐？听，一个新世代的开始吼，当时这个所在新世代的开始吼，伊咧最后重点是咧讲头前这句话啦，吼。这个上帝讲，伫末后的日子吼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伫各位人。浇灌伫各位人是啥物人？男女老幼拢有啦。啊，恁的儿女哦，啊，这是少年啊，要讲预言啦。恁的青年人啊，要看见异象啊。老年人啊，要做预梦。哦，这是何等的水，何等的好。啊，所以我这个月要讲的是这个看叫工人。中年青翠啦，吼，中年唐青啦，吼，这个中年青翠吼，因为这个月马代我来讲起啦，吼，这个月单是十月十二是这个九九重阳节啦，吼，啊，咱看唔是咧讲十月七到这个国庆日啦，吼，咱咧讲九九重阳节啦，都用这个吼，都讲这个月咱就这做主题，啊，这个主题吼，啊，老年人咧看不唔忙。有望降水，比望降水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到第年老的时吼，上帝还佫要予咱看见希望。所以啊，咱拢袂得讲啊，我已经年纪上过较老啊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即、這个安尼，我着安尼安定吼、哦，过日子就好啊。啊，身体个养活健康，健康对来对再重要，吼、哦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总是除了这以外吼，咱还佫着爱对上帝领受即个正直的崇拜，即、這个崇拜吼。帮助咱的儿女伫迄个所在讲起这个预言，这个预言吼，这个预言较唔是讲哦，啊以后就讲照这个，这个讲嘛，这个印度那个什么什么总统啊，
阿兰啊，阿兰尊龙，我昨天帮伊讲的吼，啊，十个，讲十个，差不多七八个拢会成的。啊，讲今年哦，中国，今年年啊，中国，今年啊，今年啊，中国要大乱啊吼，哎，啊，伊讲的预言哦，到即马已经人拢有在咧甲恢复吼，十分之七、十分之八吼，拢有经验。哎，拢讲讲现代啊，唔是咧讲，唔是咧讲几百年后的。啊，这种地吼是安怎会通过一个人来做吼？这恁唔知影，吼、哦，这伊有迄个温度啦，吼、哦，有迄个温度。啊，一个都数值都已经有应验，差不多七十趴到八十趴吼，而且拢是近代啊，吼、哦，拢是近代，包括这个武汉肺炎吼，伫疫情前都讲起啊，迄一两年前就讲啊，爱讲拢讲，哎，过几年就对啦，吼、哦，过几年对啦吼，啊，上头兴起这款的人啊，咧提醒这间人吼，得爱注意吼。即咱卖甲当作讲，啊，迄人也毋是迄个基督徒啊，是安怎吼？上帝伫目台伫使用的人吼，无一定是基督徒啦。吼、哦，真侪时阵吼，也照着即个基督徒完成伊的使命，表示上帝各位吼是上帝做主，毋是人咧做主啦。吼、哦，咱当作是看即个伊即个百姓咧倒转去重建家庭的时阵吼，是通过鼓励王主动提起讲，即个伊即个百姓会当倒转去重建家庭。啊！即拄仔应验，即个亚利比讲，因受了的时阵哦，七十年后会当倒转来重建工，竟然是通过鼓励路，哦，伫迄个所在吼，啊，来断过这项代志，毋是讲哦，伊这人哦，讲啊，亚利比讲七十年，阮七十年到来去遐，举起啊，放伊拄仔大家拖去台台去，哦，你若举迄个时间啊，互伊举起啊，放伊哦，大家拖去站头。啊，总是吼，上帝诶，即款诶，了啊，即个所在，互咱一个真大诶，一个看做啊，愿望啊，吼啊，咱诶儿女会当讲预言，咱诶青年会当讲伊看见异象，吼，会当看见异象，包括咱年纪大诶吼，也会当搁来做愿望，吼啊，即个是意义吼，就是拢讲起，就是对象进来诶啦，吼。这个预言吼，这就唔是你会当个，哦，唔是你家己会当安尼凊彩讲讲个，哦，啊，这个形象嘛吼，这是啊，上帝稳定啊，伫看用什么款个经验，有诶是用梦啊吼，总是有一寡梦嘛是通过动作啦，哦，通过动作啦，就伊个结果吼，伊个病情倒三百六十五日，倒病着搁三百六十五日，哦，倒病之前够辛苦，哦。啊，即款个印象吼，你上经迄落内面上帝要甲因启示个，才会作为啦吼。啊，老大人吼，要做起愿望啊，哦，愿望是因为你本来是啊，梦中梦地梦东梦西呢，吼，要有无相款个愿望啦吼。啊，伫遐去迄个时阵个日子吼，遐个日子吼，我也要将我个灵魂，啊，我个灵交还伫罗卜甲鲁比啦。唔是伫遐个就许尔平，就算个百姓，遐个罗卜鲁比吼，因也要讲起有缘啦，所以人人有份啦。哦，只要你若欢喜，伫互上帝个灵，甲你感动个时阵吼，哪拢有份。讲是头前这是稳定吼，后壁才是经过。哦，这是今年拄我看，咱免倒转去看，今年拄食个嘛同款。讲十九十，我要伫天顶吼显出奇事来啦吼。在地上显出真迹，有火，有昏雾啦哈。啊，这拄仔是咱这个世代时阵吼，看到的足多啦哈。啊，有火哈，世界这个老火啦哈，战争啦，啊，这个死事啦哈，啊，这个 COVID-19 哈，这个共肺肺炎哈，这个死者的人哈，啊。这个国民党诶，讲将迄个台湾七八百个人诶，侪拢挂伫当孙子庄诶顶上安尼啊，吼，吓吼，一下足诶。啊，有火吼，咱实在吼，日子个拢看机会啊。即卖吼，即个纸吼，纸得说忽然间起者，因为吼，即个无像啊，通较少啊啦，吼，安怎讲？即个天气变化中间吼，迄个看过。咱咧讲是分风啦吼，啊有诶是讲迄个塔柱塔吼，迄着热诶时阵，塔柱塔伫遐起来起去，搬出火个，啊规片上流落去。啊中间搁有迄个特别诶鸟啊吼，会把迄个火箭吼，直接去往下放。
我之前捌讲过嘛，有迄款的鸟嘛，啊，迄款的鸟就互人惊做一个照片，吼，把火机吼四界去学袂放，啊，逐个在拢咧点火，啊，逐个在拢咧拍火，啊，规个空气吼，安尼乌烟瘴气啊，吼，所以毋是干那只工业用电环保问题吼，一想若着一个火吼，我真个，就拄过迄个几千万台的车的迄个火出来，迄个烟，迄个烟吼。啊对哦，这个中间哦，咱看见这是世间的问题，互你控制袂掉。啊，啊，这拢一条头呢，吼，拢一条头。哦，啊，有分布啦，吼，分布在介济，即个，即个重工业的，即马中国中都有诶有分布，拢甲拍落去吼，但即马拢咧无电哦。啊，这分布啊，正就火咧烧，火分布啊，啥物话，这拢有可能啊。你记定一个记者，哦，这咱就。这我们也袂当尽量靠他来讲啦吼，总之吼，咱即马有看见真多啊，为着这个工业的追求啊，真多遮个分布啊，火烧的时阵有真多遮个分布等等啦吼，啊日头要变成要乌暗，吼野花的日子吼，咱常在讲啊，感谢对今仔日野花所订到的日子吼，即句话吼，是确实是讲唔对，野花所订到的日子吼，就是安尼啊，日头变作乌暗。啊、哦，日头变作暗，啊，咱拢将拢安尼将错就错哦，啊，断章取义哦，啊，伫礼拜日个啥欢喜感谢，讲这是妖花你所订到的日子，妖花所订到的日子吼，是日头变作暗日子吼，日头变作暗，月牛变作红的，今年做子，月牛咱就变人哦，吼、哦，真侪只个改变家吼，开始拢要照这個、开始咧，要照个发挥吼。讲世间的外地狗，啊有影世间的外地狗，讲只不过是吼，咱毋知影迄个时、迄个阵啦，吼，啊，迄个时间的长短吼，你欺骗了来出一句讲，自己亲像千年、千年、千年自己人吼，所以若你来讲当前吼，无止无尽吼，到的时阵，你就当讲伊是异端啦，吼，啊，若讲这要搞，大家嘛知影这要搞，吼，啊，讲是这要搞，是咱的时间讲这要搞，啊，当时就从这来讲吼，真是这要搞，这咱。这到底是当时搞吼，咱无法度通啊去确定啦，吼嘛无法度通去了解啦吼，了解讲上帝的心意是啥物货啦吼。后来对这个所在吼，有只有正经的这个啊，正经充满了因有工具用力去下只的博代啊，或是这个男女老幼咧讲有缘看异梦啊啊看异象啊，这个做异梦吼。啊，也是讲看到遮个啊，世间的外即个调头吼，讲、啊、迄个时啊，变人求救主的名，拢要得到救啦。佫留落予咱一个愿望。伫迄、那个安尼发呆的时阵吼，啊，外即个时有遮侪调头啊，伫咧显现的时阵吼，伊甲咱讲起，讲咱若是啊，呼叫主的名吼，咱就要得到救吼。啊，你咧呼叫主的名吼。平常是得好通呼叫啦，唔知影吼，啥物时阵吼？咱咧讲世间的环境吼，有两种讲法啦，吼、哦，一种讲法吼是真正是世间的环境啦，一种的讲法是个人的世间的环境啦。啊，你个人世间的环境当时搞，你唔知影，哦，包括咱全世界世间的环境，咱唔知共款的。哦，若破病死的，可能你会渐渐知影讲啊，我世间的环境就要搞。总之吼，即摆吼。咱拢搁知影真清楚，就讲出外吼，意外遮济啦，吼、哦，啊明明你着安尼会接来，啊一台车弄入来，吼、哦，啊这嘛是对你个人来讲嘛是世间的环境，所以世间的环境吼，毋是干呐只有电视，啊，这个全世界环境吼，对你来讲，这是你的世间的环境啦，吼、哦，啊对宇宙来讲吼，迄是上帝的日子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。对啊，求救主的名，拢要得救。所以平常时，咱就求救，因为吼，咱唔知咱什么时、什么日啊吼，上帝要甲咱提起吼，是咱是这个世间的末日啊吼。所以咱平常时就爱先在求救上帝的名，求救上帝的名先，咱就安怎求救？就是爱熟悉圣经啊，吼，知影上帝的心意是啥物事吼，咱才有法度通求救伊的名。啊，若无吼，咱咧求的吼，到时咱嘛是同款啊。主人就讲，啊，我都唔捌你，吼、哦，咱较早我都做啥物做啥物，我只建国是分传单呢，吼、哦，我只平广贵呢，我啥物会啥物会干，我有呢，吼、哦，还讲啊，我都唔捌你，吼、哦，这个讲一个，好听啦，不要介意啊。
嘿，啊，我替这人祈祷，啊，这么人，这么人病着得着好，啊，伊讲黄阿我着唔捌哩，啊，我一木梳呢，黄阿拄拄啊好，地到咧关拢关张落个木梳，哈哈哈，哦，你着正在拢，哦，感谢主，哦，哦，真好，哦，真好，伊甲你祝福伊着得较侪健康，嘿，伊着伊着吼，伊这个人啊，着听听这几句话吼。正亲像恁所在吼，上帝已经借着哪十个人耶稣，恁中间吼，伫恁中间所行的大能奇事真严吼，向恁证明伊是上帝所立的，伊照着上帝定着的旨意，接所有的被告告出告出去吼，啊，恁就不，恁就借着不法之徒的手，将伊定死不得啦。啊！上帝已经将死的痛苦解解除啊，予伊搁活，因为吼、哦，伊袂通搁再啊，予死亡来拘束啊，哈、啊。啊，对于这个所在吼，这是代表的感动天啊，啊，代表的感动天。一个吼功夫唔是啊，一个师傅啦吼，就圣贤的充满时阵吼，咱看伊对十四十开始讲道啦，伊会当将幼年的这个苦药啊，穿插的苦药。啊，来到你身上，耶稣的精神哦，耶稣所讲的。啊，然后这个讲耶稣的时阵哦，就是咧，哪这个人，就是恁中间哦，伊有行过大能奇事真迹，让恁证明伊是上帝所设立的。哦，用这些代志，让伊证证明伊是上帝设立的。总之，恁马上救援哦，把伊交出去不法之徒，将伊定死的。总之，对伊定死的哦，上帝将。伊死的痛苦吼，甲伊解除，互伊搁活了。哦，对上帝伫即个所在咧见证耶稣基督，伊做真侪只个好事，虽然是着只个非法之徒，伫迄个所在，甲伊用从酷刑、从残忍，啊，搁再从个无面具的即个司法，伫迄个所在，甲伊啊，甲伊结束伊个生命，总是吼，无因为即个死亡甲伊拘束。所以吼，即个。二十五十代笔记着伊讲啦吼，记着伊讲啥物？代笔记着伊讲啦，讲四篇十六篇啦，吼四篇十六篇吼，讲我是从看见我的主伫我的面前啦，因为哦，伊伫我的正边吼，我的确袂摇动啦。为着安尼，我的心欢喜，灵快乐，我的肉体安宁，徛起啦吼，甲主徛起，伫五万的中间啦吼，啊，因为恁。的确无将我的灵魂放伫阴间，也无将阮我情的，也无用阮你的正直，拄着羞辱吼。你已经用生命的路指示我，要予我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，有满足的快乐。这是咱诗篇十六篇吼，一个真出名的这个经文吼，咱现在会当听去啦吼。啊，对哦，这个中间哦，啊，在伊这个地铁一个龙一个师傅吼，伊会当这个小电视书啊，甲这代笔的诗，这个诗文啊，伫这个所在佫讲转来真肉，佫讲转去古肉啦吼。伫迄个所在咧担对着上帝的灵，伫伊的身上咧做工。一个普通的一个师傅那点吼，啊，无读甚物款的经典啦吼，啊，拢读甚物款的特别的学问吼。总是伊伫即个所在讲道的内容吼，实在是真正是予咱会当安尼读人的心嘛吼，会读人的心。对吼，伊阮用代笔的时阵讲，啊，我是从看见主伫我的面前吼、哦，因为吼，伊伫我的正面吼，我的确无摇动，这是一个信仰的告别啦吼。看见主，佮知影伊伫我的正面，正面就是讲伫我的内面。伫我的大屏，咱讲大屏哦，咱现在来讲啊，当坐伫上帝的大屏哦，毋是讲坐伫伊的桌屏、正屏哦，坐伫伊的位啊。所以哦，伫讲主已经站伫我的内面哦，我的确无摇破哦。对安尼啊，我的心欢喜，灵快乐嘛，我的心欢喜啊吼，我的嘴要欢呼啊，我的肉体吼要安宁，甲主做伙徛起啊吼。讲几何，本来正经是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体要安宁，甲主做伙徛住。哦，我即摆换改真本来看。啊对哦，伊无将我的灵魂放伫阴间，
无将耶稣基督的灵魂出现，甲阴间嘛是伫讲起通过耶稣基督，无将咱的灵魂出现阴间，啊，无将咱的灵魂出现阴间，啊，无予咱拄着凶乱，啊，啊，伊要指示咱一条的路，啊，一条路吼，咱有满足的欢喜，啊，对啊，伫主的面前，咱有满足的欢喜甲快乐。啊，对啊，这视频十来天啊，就每十来讲啊，伫你面前哦，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命，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的哈，满足的欢喜哦，伊是安尼安尼笑笑啊，安尼感觉真好笑哈，是安尼感觉真满足哈，啊真安尼真安尼安尼安尼打死啊哈，真赞哦。啊，第二个我讲兄弟啊，关于恁的祖先代，关于祖先代笔的代志吼，啊，我无妨坦白去甲恁讲吼，伊已经死啊，妈妈讲的，直到今仔日的伊的坟墓吼，还搁伫伫这个所在啦吼。伊是真知，必然知影上帝有伊啊救拔，只要要对伊对。要爱，要对伊的护的中间入就伊，在伊的宝座顶啊吼，佮有真看见遮个代志吼，就讲论基督佮我讲，伊无要放在伫阴间啊吼，啊这是较早都讲过的第十四、第二十四十啦吼，二十五十、第二十篇、十六篇啊，伊佮重复一解，伊无将伊放伫阴间，伊的肉体也无拄着朽烂。哦，啊！伊无放地，因敢无拄着向下这个人，什么人？就是这位耶稣，三十二章哦，这位耶稣将地已经予伊过我，咱哦，遮个拢是为了管遮个吼，拢是为了这样代志做见证。因为因所有的遮个代志的温度，拢已经看见耶稣实实在在过我，吼，啊，他们做伙食饭，他们做伙讲话，吼。啊，他们做伙出入入吼，啊，对伫这个所在，伊先从出来做见证。啊，虽然吼，啊，因甲伊啊，虽然因耶稣伫迄个所在有行大灵、得行大灵、祈福真业，总是借不法之道甲伊定制，总是定制治波病魔同符咒。啊，伊先从大彼得讲，已经伊的灵魂无拄着凶乱，也无算伫阴间。啊！啊！即马已经做我，啊！即马已经做我。啊！对啊，阮就是为了这个这个代志吼，会见证。哦，是视频代表啊，这是大家都敬重吼，大家人都尊重的，所以的敬服吼。伫这个所在所讲的这个话语，啊，对啊，这是真有在乎的嘛，吼。这对遐以这个的背景来讲是够好了。第三十三十讲，伊既然被高举到上帝的正面吼。对白领受了所应允的圣神，就将伊召唤落来吼。这就是恁所看见、所听见。三十四十代必定无将无升到天，无升上天啊，无升到天顶吼。伊却讲，主对我的主讲，啊，你坐伫我的正边等候，我予你的对敌，伫做你的脚踏椅吼。对，安尼以这个全家确实知影，面顶一位家，这位耶稣吼，上帝已经入伊对主，啊，对主对基督啦，啊，这是运用诗篇一百十篇第一十啦，吼，代表并无上天上到天顶吼，啊，伊却讲，伊讲啥物？诗篇一百十篇啦，吼，主对我的主讲，吼，主对我的主讲，你坐伫我的正边，啊。主对我的主讲，讲你坐伫我的正边。这个主对我的主是啥物？耶和华对耶稣。哎，对，吼、哦，咱咧讲耶和华上帝吼，对主耶稣啦，吼、哦，主基督所讲的，你坐伫我的正边。啊，我正在咧讲的正边吼，就是讲坐伫我的位啦，吼、哦。等到我予你的对敌对你的脚踏椅啊，啊，你的对敌吼，脚踏拢有迄个所谓的啥物？枕头啦，吼，啊，头壳来做脚踏椅啦，吼，这是咧，这是咧描述，啊，这个会当确定啊对敌啦，吼，啊，袂影讲摕枕头来做脚踏椅啊，吼，啊，总之吼，这个、意思就是讲，伊已经确定这个对敌，啊，会当迄个所在，因为上帝同在，得到这个胜利的这个欢喜快乐，啊，啊，对安尼吼，
伊这个传记吼，应该确实着知影，恁固定下一位家主耶稣吼，上帝已经入伊过主基督，这是伊传福音的内容。所有一切拢经耶稣基督，吼，无论是运用用秘书代笔，还是讲耶稣基督本身吼，拢是咧见证耶稣基督已经做完。啊，耶稣基督做完吼，咱也同款，咱的灵魂无放离阴间，咱的肉体无拄着香火。咱要甲伊同款吼，啊，所以伫这个所在吼，讲因三十七代人因听的这个话吼，较伫读心啊，哦，就对彼得甲伊的门徒讲，讲兄弟啊，我应该着怎样做？彼得讲吼，恁应该着悔改，并且每一个人拢着爱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，互恁的罪会当得救，就要会当领受圣神吼，含迄个白白的恩典。所以彼得在这个所在吼，讲到福音的，甲去读心嘛吼，甲去读心嘛吼。所以吼，若讲题目，你讲题的时阵，读给你的心吼，你慢感觉讲哎，牧师吼，你才对我讲啊，吼，我跟你讲这话，你才对我吼，啊，跟我对牧师吼讲啊，吼，伊啊，你去用讲台做错的吼，你啊，牧师才袂安尼做啦，哈，你啊，你啊，听来讲，这样这。这是讲的，你讲的话，你得爱感谢感谢。哦，牧师袂使用讲台做口台啦。吼，啊，若带去讲的，啊，带去你甲对号入座吼，啊，带拢会感觉讲落去吼，安尼是毋好个代志。哦，会感觉读心哦，是正经咧做工个。哦，啊，因感觉读心的时阵吼，因一来甲彼得吼用石头钉死个，竟然来甲彼得干呐？哎，主题犯咧讲到的时阵，伊嘛感觉读心呢。讲是拄着阮讲到因讲到读心的时阵吼，是安那？用头石头甲钉钉。讲是遮人吼，用听到读心的时阵吼，啊，因就来问讲，啊，阮着怎样做？啊，彼得就讲，恁应该着悔改。这时阵讲悔改就对啊。伊若讲一开始，啊，这人啊，恁着爱悔改啊，真耶稣，你这个耶稣是安怎？哦，这安尼讲咧到底吼，我是感觉讲，这个。这个讲就较灵魂的个吼，拢会非常强调着悔改，啊，真正是大家拢爱悔改，这是一定的啦，吼、哦，每一个人拢有过啦，吼、哦，平常安乐无好啦，吼、哦，我都讲过啊，吼，平均啊，二十条过吼，一年就3650条过啊，啊，这对你认袂了，因为吼，各边也都看人的内心，重点看人的内心，不是看人的外貌。哦，你的心思念头吼，无正当哦，无下注的心意，这拢是含袂过。啊，你家己吼，家己无迄个自觉啊，你家己唔知影。哦，啊，掠准某这是一个心理危机嘛，啊，这是正常的现象哦。啊，家己吼，无迄个敏感性，吼，无迄个敏感性吼。啊，何况人家做无用中做对嘴讲出来吼，啊，感觉讲哎，讲讲这啊，那当然讲起来来看这个吼，啊，这样。这个这样啊，这就有正经咧，甲咱咧啊，总是咱家己的心哦，咱家己安尼，唔知啊，唔知这个境界唔对，所以吼，咱咧祈祷的时阵，人家嘛讲，啊，阮的心思念头哦，去对阮家己唔知，去对你的所在，对对你往下面，哦，咱也唔知，真也唔知啊，哦，真也唔知啊，咱无一种犯着这个常数犯罪吼，啊，总是吼，你正甲讲啊，你有罪吼，啊，伊就听袂落去。哦，伊会听袂落，去人去到迄落探访病人的时阵吼，啊，袂只啊，甲讲啊，你有病啊，倒会只啊，即个叫病，较加你嘛有看法，哦。啊，像后边因去咧分班单吼，我就嘛在遐讲，哎，啊，你有病啊，讲你来检查单啦，我看吼，无人欢迎你啊，嗯，啊，大声。啊对啊，啊现在就安尼讲，啊我是感觉安尼讲是，这个方向吼爱改变。你不能的，你哦，你是安尼无对，吼、哦，伊就已经有听入去啊。你再来讲伊爱用过，啊若无，你讲啊你有错，欺负到你啊，吼、哦。我前头甲咱讲这个啊，吼、哦，因为当年啊，今若外口听到道理啊，当年就甲恁老爸要传到恁个讲爸，你有错，
你哪会听会落安尼？爸，我把你饲甲大，然后你回来去外口安尼，啊，回来讲我有过安尼，你是咧讲啥话安尼？哎，哦，来哦。哦，凉凉的，这么快凉的。好嘞，啊对哦，伫这个所在就开始讲，这就爱悔改吼，并且每一个人拢着爱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啦。啊，这真趣味哦，这个所在讲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总是咱知影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是靠当时才土办。伫《四道行传》第十五章啦，《四道行传》第十五章，《四道行传》第十五章的进程哦，因认为基督徒拢还阁是爱行脚的，用旧酒代旧花的啦，哦，旧酒代迄个旧酒代新花的啦，真肉不相干，哦，所以哦，确实你着改变。啊，因到十五章、十五章哦，为虾米会当改的？就是因为哦，知影讲。你即摆若要真做基督徒，爱有一个印记。这个印记吼，你若要真有感觉咧吼，真有困难。吼，这是来真困难，影响伊的工作啦，影响伊的生活啦，影响伊的怎样的吼。啊，这是大家人拢会真困难的所在。啊，总是这个所在吼，比着伊着一开始着用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，总是这受洗吼，着会当领受圣神吼。所以安尼讲起来，受洗甲这个圣神是做一伙。所以你用人家你免怀疑啊，讲哎呦，我头壳也无一泡血咧倒，啊我也无听迄风的声，我也无看一只影吼，对变烦恼啊，吼安尼我真是无正经的讲，迄个充满甲感动，哦，请你唔通安尼想吼，你若是讲高俊明牧师吼，当初伫咧唱出伊面顶吼，计算是七百万的增长，哦，你若即个过别过讲按伊面顶吼，我即马甲唱了，阮兜你来领，哦，你领了七百万，我迄个时七百万哦。不止真大咧，哦，即摆差不多两三千万咧，哦，七百万咧，咱买一间套厅，迄款就无问题咧。啊，对哦，伫即个时阵哦，也就啊，总是哦，啊，伊也无啥物形象啊，无倒落去啊，无讲啥物方言啊，哦，啊，伊来去甲台语啊谈的，哦，台语啊谈的哦，啊，台语啊谈的哦，然后哦，咱拢知影这是正经，真正伫咱内面咧做工的时阵哦，才有可能通好安尼，哦。正经也无伫咱内面咧做工的时阵哦，啊，总是吼，伊无啥物外在的情，迄个外在的情动出来，无忽然间顶完一把火啦，啊，讲方言啦，正经做工哦，就只咧安静，啊，互你面对危险，勇敢壮志，就会当勇敢壮胆，伫迄个所在做应该做的代志，判断讲这是下伫上帝的心意，吼，下伫上帝的心意，你就安尼做。哦，啊，咱张医师上来咧讲的，人即摆咧问，高俊明牧师啊，我的时阵哦，人咧问高俊明牧师讲，啊，若知名点这个代志，佮定进来一届，你会安尼做袂？伊讲我嘛是照同安尼做，哦，虽然后来知名点迄阵啊，已经看起来咱是叛徒啊，吼，总是就迄个情况来讲啦，吼，就迄个情况来讲吼，既然是一个大罪之身哦，佮毋是即个看做责任的相关哦。是属于政治犯、思想犯的事吼，啊，应该是爱伫迄个所在啊，照上帝形象吼，该保留因为吼，上帝形象包括自由啊吼，啊，即款的会当啊讲话啦吼，即款的即个代志吼，啊，对于伫即个中间吼，伊即款的安尼，就是正经的相骂，对正经的相骂吼，就是爱伫迄个所在用过了后，就说领受正经，啊。然后，一白白就会当领受迄个白白的稳定。啊，白白稳定是啥物？白白稳定是较早咱甲咱讲的，无拄着伊，咱灵魂无放伫阴间啦吼。啊，咱无伫迄个所在拄着修嘛吼。无讲正着个，嗯。无听到。哦，这是白白的文本嘛。哦，啊，三十九十，讲这个英文是要互恁，甲踮伫恁的儿女，啊，以及踮伫恁远远的人的中间，就是要既然凡啊是咱的主上帝所召来归依的人。这个文本哦，就是要互你的肉体无拄着凶乱，互你的这个无藏在阴间啦吼，啊，互你的灵魂无藏在阴间，互你肉体无拄着凶乱，
啊，然后这个绿白以后甲煮做伙一起呢吼，这白白的云顶买起放伫恁的恁的中间呐，啊，放伫恁的中间是啥物人？就是变啊是咱的主吼，上帝调来归伊的人，因为这句话足重要。归你转我来，我转你，吼、哦，命你结集啊，乃至上帝啊。不过，迄句恁男性的病敢不晓得？有啊，恁古拢有啦，有无？迄几十个，就你迄个一万多蚊子，十五斤十六十啦。几十拢有。几十个，几十个哈。啊，互恁的迄个钱吼，恁的结识忠诚，哦，伊只几大块的，哎呀，咱看即摆咱的正经哦，互恁的贵死的当钱在滴滴啦。哦，唔是恁经端，我是我经端你。你茫想讲我今日来这耶稣，是我来跟耶稣的。哦，你是经过千辛万苦啊！吼啊，唔知偌济曲折啊，偌济人为你祈祷啊，偌济人吼咧甲你，你才来跟耶稣呢。哦，所以你像讲咱的迄个经经书记都啊好，那听到迄个红木尊娘咧落落吼，就感觉讲吼，迄真正是上帝咧带领。唔是讲你歹呢，是讲吼你今仔会当安做到这个安尼服侍到这个程度安尼来吼，真正是上帝咧锻炼，吼啊这真正是上帝拣选吼，你方想讲哦啊我今仔我，你着来拣选上帝哦，较这个啊，像这个上帝免你拣选的，是上帝拣选你啊，吼啊咱所以咱着求主帮助，互咱的亲人吼是大是小啦吼，求主怜悯之恩会当拣选因。来归五句啊！你讲当年来归五句吼。后来第四十十比定吼，还佫用第第八种的话吼，尽忠做见证啦吼，并且宽免因讲，恁应该着救家己脱离这个弯曲世代的世代啦吼。这是接受这的话人，对安尼吼，讲接受这的话人就受洗啦吼。你直接增加有法。天的人，然后四十二节讲，因着恒心遵守主道的教示，彼此常相通，啊，八饼甲祈祷啦。后来哦，彼边哦，还佫用侪侪只个话吼，做伊个传播工厂并无遮尔遮啦吼。啊，咱若看主道现状哦，吼，伊个工厂六七十吨吼，那传播敢若是拢有遮较正程度，对古玉讲较重要个吼。啊，所以吼，这个彼得咧讲到就无同款，而且把安尼跳进玉跳古玉啊，迄个印证，要对古玉来印证，这个耶稣啊，这个是古玉所应允的吼啊，内面其他应允对耶稣的真相所显现出来，是要啥物？是咱这个白白的稳定啦吼。啊，这是彼得佫用其他印证做见证，并且佫看面面讲，恁着救家己吼，脱离这个弯曲的世界。可能你家己本身会当决定你救家己啦，哦，你家己本身会当决定你救家己啦吼，因为吼，正经虽然是做工，拢是正经嘛，尊重你的自由啦。因为咱拢照上帝形象所做的，上帝是来无影是无踪，伊是自由自在。所以吼、哦，咱若有上帝形象，上帝若尊重自由，放在咱的身上。所以美国的混乱哦，是天赋人权，或、哦、者是上帝形象。哦，上帝有将各地的，即个伊本身的，咱讲形象啊，伊特质吼，放在咱的身上，上帝痛着人哦，人阿无做一伙吼，人与人的连结了嘛，痛着人。哦，生出后生，生出老囝吼，这嘛是痛着人的吼。哦啊，只不过唔是用土安来了啦，吼、哦，佮要佮变上帝超过上帝伫迄个时阵做咧做吼，佮较神奇啦，吼、哦，所以上帝欢喜将伊这个稳定吼，就给予咱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对伫迄时阵吼，进度就增加三千人。第一件事嘛，咱一开始的时阵咱看见吼，即个惊魂未定的即个学生吼，因大家几个啊，去偷偷住伫马可楼的所在啦，吼、哦。住即个马可楼的所在吼，啊，遐有几个人伫遐竞选即个看做马提亚吼，过来做门徒的时阵吼，迄个时阵还佫伫迄落下呢。伫迄个进程吼，因是安尼，他伫一直十个，咱若看第一章，即个看做
十二个、十三个。诶，十二三个，佮半几个葫芦啦。然后咱看看十五层吼，有120个啦。哦，咱看到第三、第二章的第四十一层吼，就3000。所以主徒咧做那个正经咧做工的时阵吼，会超过咱所求所想的。你的耳根唔捌听见，你的耳根唔捌听见，你目睭唔捌看见，你的心唔捌想到，伊会将遮的想住伫咱的中间。哦，啊对哦，你本福音当中哦，虽然看袂到鬼神哦，总是伫遮个所在，遮个时阵要过鬼神，唔知影哦。继续加油。啊对哦。因就伫迄个所在七十二日祈祷，啊，彼此相通啊，这是一个无定水的一个温度，迄个温度的相通嘛吼。咱的迄个，咱的主道正经哦，正共同的教会正道的相通哦，咱拢念的水来，拢无啥咧做。正共同的教会是共共同的，咱即摆教会各自独立啊，啊，一人一家代啦。啊，一人一家代啦吼。啊对吼、哦，伊遐好食吼，咱遮等吼，伊也无咧插伊个，吼、哦，咱无即款个情公共个教会吼，即款个，伫共一个耶稣吼，总是吼，财富各自家己管理吼，啊，袂伫迄个所在家己啊，即吼，到底咱即款个教会，才会即感觉讲，诶，即点非常个重要。啊，敢是吼，真侪教会，毋是真侪教会，大部分个教会拢无去照安尼个行吼。啊！因伫即伫迄个所在，就温度价值，就温度价值，即是一点野多啊。野多伫上天的时阵有甲因讲啦，讲恁来往普天的时阵，拢因囡仔我做价值，恁着价值，恁真优秀。我第二日甲恁大家比咧，就到底甲恁落尾。哦，所以吼，即个是温度的价值，啊，温度的价值是对谁来？对野多的价值来。哦，啊，互因会当彼此相通。爱当百姓祈祷吼，啊，咱来看因的团结情况，最后来看团结情况。第四十三十，阮主徒佫惊真济会真热，正人也拢着惊吼。啊，各位人拢负责做一位全面供养啦，吼，并且变卖即个产业财物，按照个人的需要分互因。因伫即当今伫正殿内面切切组织嘛吼，啊，一家一家诶去百姓。啊，遵着欢喜、快乐、兴奋的心用饭啦吼，搁学了上帝，并且得到全百姓的喜爱，互相得救的人数日日加添。所以，较早咱有看见四十一在讲三千人，总之咱有看到第四十六在讲，当咱因伫迄个所在，彼此三和睦，啊，彼此三听三。你今日时阵吼，上帝就将得救的人数日日加添给因啦。所以吼，唔是干啦，只有3000人哦。就一开始的时阵，就感觉讲发展了真紧。啊，这个所在环境重要啊，咱有讲起伊的背景吼、哦，就是讲，伫开始的时阵，啊，因安尼无，伫开始的时阵哦，因对上帝话吼，迄个话无讲到咧，解了解就讲看到，啊，咱就连明白句，啊，唔是干啦，偏一句话尔，头前啊，讲几啦句话吼。啊，过了久的啊，应该总合起来讲，啊，耶稣应该离世，咱也袂离开这间的存落来啊。啊，既然啊，伫迄个这间无出来的时阵，啊，留只存在干要创啥？所以大家拢去变卖，啊，欢喜共用，吼，啊，大家伫迄个所在咧敬拜阿乐，吼，啊，你啊等老主过来，吼，啊，总是吼，就是这一个应对这啊，这个话语的曲解，吼，啊，总是这后来到第七章了，吼，啊，将会用无相关非常的方向，吼。大打扮吼，啊，对所有的温度试探，啊，福音就开始试探吼，才传到今仔日下当伫全世界，啊，拢差不多多多少少拢有福音的先知啦吼。啊，最后伫这个所在吼，因伫当今祈祷吼，啊，佮一家一家去拜饼，吼，即个主道吼，一家一家去拜饼，啊，伫遐因啊欢喜娱乐来食饭吼，啊，将一个将得救的因素，伫你家庭福音。好，对啊，对，即咱今日即段的第二章吼，第二章的这个经文吼，后来咱对这第二章的经文，咱有甚物款的要回应，还是爱要分享？来，这边。我拄啊，甲你听到。嗯。
咱是台湾叫是创造的世界和平，光荣。但是不要我不清楚，对大家讲，他们用我们自己的母语说话，哎，有方言哦，对啊，那是语言哦，对啊，啊，语言哦，哪怕贵，我都听得好，唔重要。一种就是讲，这个人本来会晓讲英语，啊，哪唔来学做英语？啊，香港信息革命起来，就得你就讲英语，是伊尔，伊就要学讲吼，才甲听英语听有人，伊就要讲方言，做伊就讲英语，但是个唔来。所以有一种人叫做翻译，就这个人。你讲英语，啊，但是来下海人都听无英语啊，啊，用问一个嘛唔捌英语啊，啊，起来阿妈，伊有一个人英语哦，甲我哩做讲语嘛，就带我听。我过去拢做中餐，就种无啦，我是比较怎么讲？我怎么讲？我来讲一下，无可能去啊。这个方言吼，唔是讲这个地面上的语言嘛，对吼，伊也是做闽南讲法。这句会当讲天台的英语，若无人来吼，我就真做响的东西，但的人讲。所以吼，这个方言，这个方言有包括天台的英语哦，总是保留有特别强调。你若要讲方言的时阵吼，就爱有人会当出来翻译，你通才通在公众中间讲方言，若无你就点点地。哦，啊，讲正哦，其实这个被曾经的传一个电话哦，啊，一个高龄症后来才医啊，啊，有人甲你讲方言哦，莫可能就帮去甲伊讲白翻译。哎，这个哦，我真有听见，哦，啊，真合逻辑啊，讲到真，要讲起上帝各位啊，上帝这个英文哦，啊，讲到讲听啊，讲哎，那怎么听多少？哦，啊，所以讲起迄唔是伊，唔是第二样讲的。我等下我既然人讲着，就无人听落去呢。伊唔是讲英语，伊就是讲方言的。对。啊，即摆无算是，家己听着方言，甲翻译做咱听。对。我用语种讲方言，啊，讲方言，我阿妈都来讲方言。就算是白话，我来听，我都来讲方言。只不过我以前我来过，听不到听到吼。嗯。啊，未使讲，我。嗯。我阿妈都来讲方言。我直播中我开始追求啦，因为阮是行工地吼，啊开始有迄个什么人咧直播卡的福音牌来咧讲吼，啊阮就做迄谈天台啊，咧追求方言啊，阮直播中就开始讲，咧讲方言，啊讲方言真正是啊天后地道咧讲方言啊，唔是唔变即摆咧教方言啊。哦，你再教啦，哎呀，系啊，啊我后来看人咧教方言，我就感觉。讲得出来，嘿啦，对内面哦，啊，自然迄个舌音家己会出来，伊翻译翻译做舌音呐。舌音。对啦，伊有人讲舌音啦。哎，对。方言舌音。对啊。我讲这种，伊是伫讲方言呢，伊唔是伫讲方言。对啦。伊是伫讲咱听话。方言的遮吼，是拢在讲字，逐所在世界，逐所在，伊讲伊迄个伊俩古吼，即个十二字图都拢无做虾米学问嘛。哦，伊咧讲遮个吼，对十五国家的，诶，遮因个国家的遮个母语，诶，母语啦，诶，一开始是安尼，对，对，啊，总是后来保罗佫对这项代志咧做质疑的时阵吼，有佫较扩大。啊，我你刚才讲吼，对，我每日听到这个，啊，甚至还写过文章。对。但是我拢唔捌听，冇听过，当你人讲，我都当懂咯，总之你买伊几样嘢，我就会，我唔捌讲。嗯，我唔敢讲中文。因为特会参加上少了。哈哈哈！我爱参加不多个。我唔敢讲，我只有中文唔得。啊，我刚刚学英，就讲我学是翻译啊，那个哎，把那个那男仔啊，那一下来。讲无啦，啊，伊迄个自然诶感动，啊，你对句吼，你着知影讲迄毋是假啊，迄个毋是假，迄是讲到好在讲部分诶，对，迄个伊嘛无公开起来讲，哎，即摆咧讲用我来听，我来讲啊，就因两个咧对我讲来听，安尼尔，啊，我咧讲哦，啊，那有听真听真个听，啊，我当迄摆经验。我咧讲哦。写年轻时嘛，讲方言，我讲我的背景吼，我爸爸，阮祖母是哥哥啦，然后就无人甲四年啦，就是吼，从透早起来，我阿公伊就来讲啊，我妈，我爸爸，我妈妈招，啊来讲，说我会认
啊，有食什么吧？啊，反正我就是要出来乱乱跑跑，所以我三大哥是二哥，跑跑。啊，结果伊唔用包，只用个囡仔出来泡咧食，用个汤锅只啊食个煲，叫汤锅伊个煲啦，叫汤煲死。哦，我感觉吵哦，叫伊起尿啦，来个阿姐吼，我感觉这是真正戆，我感觉吼，伊无读册，嘛无读啥，啊，结果伊来陪阮，我感觉心来，伊个已经讲做单机嘛。哦，我感觉伊感觉我讲，伊也无读册，也无啥，迄心是心面咧，到人生我嘛想讲，会讲官话咧，讲啥咱就官话，我爹是啥话吼，我感觉伊就无啥，哎，会晓讲种官话哦，啊，这是伊个。哎，就当机呀！那这是谁的来？不附身。我以前讲伊讲吼，连讲天庙，反正就是讲爸爸无读册，伊就讲官话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你这是嘛？连附身。谁的？对啊，对安那哈，对爱倒转来正经来讲。就是讲你若把这讲，你看你离家都在咧讲，吼，你若讲未到位咧讲，也都甲咱英文啦，吼，我顶个月才咧讲一半。哦，恁过后边吼，无迄个讲，囝甲你求字哦，你互伊看啦，甲你求字着，饼啊互伊着，好咯。哦，啊，甲你求几啊层哦，甲你求两哦，互伊几啊层。恁伫地边老爸，你讲无好，还佫会向提好物件，互你个囝儿。何况你伫天然老爸，点是用正钱提天互你？所以你免，你毋免怀疑啦。我就讲讲这免怀疑，啊，讲是吼。有的人是咧顶风尘啊，逐年个中午啊，啊逐年个中午，只要不杂但然有利用，假伫外口吼，会出来咱是讲吼，我也无经过祈祷，也无经过祈求啊，我就咧献讲，吼、哦，我是一个足有温度个人，我是一个足逐年个人吼，我来讲方言顶互你听，这有可能。我拄着种现象啊，就是咱到来这个社会吼，这社会你祈祷人拢唔讲。啊！这就是伊讲方言，伊讲方言讲了惯势啦。你若即马来外口来咧讲咧听咧听讲讲道吼，啊是讲带敬拜啦吼，啊是咧带祈祷吼，就他们讲方言，就真像咱人家现在迄落哎，安尼听安尼讲咧讲话吼，啊，他们讲外语安尼啦。啊！啊！这是迄落鸟卡敬拜，变拜应该会不济啊！后来这个从咱来做用方言祈祷，啊方言祈祷吼，这个文化保留正经内面的意思啊。你若要聚会，从个中间来讲方言，就爱有人听，爱有人会晓翻。我就是去听下外教会咧办，大声外教会，我听讲。我叫你改做袂错。开始，来报，你遐就打个军官个，敢若就是做咧搏打。你今天做到我对你感觉袂大，我讲你今天做到我你忙啊，冻袂调，知道袂调，真正知道袂调，我做袂大，我就出来。哎呀，做医师的，我今日做我拢听，我老听你。对啊，这有足侪造假啊！人只吼你无倒吼，感觉哪样？敢若我无倒啊？啊，别人做咧，敢若我无做咧。哎，啊，人只若无倒咧，然后啊，对这个工，咱情况歹势。对啊，到保罗会前吼，伫罗马书的所在，十五六章的所在吼，遐有讲着真侪证件，啊，哥林多的所在讲着真侪证件吼。这会搁讲较济啊！啊，这是单起头呢，啊，这是单起头吼，比着有大真正确个方言，吼啊，伫保罗所在嘞，看起来吼，渐渐迄个讲方言的迄个吼，渐渐歪去啊！啊，保罗有甲超到个，吼，保罗要你往狂澜吼，佮有甲超到个，啊，讲起来讲今仔日吼，啥物正经的第几科咯，第几科咯，第五科咯，不啦科话在。嗯，我做个电影，好嘞，38章吼，对，第一个伊讲，每一个人拢爱悔改，并且奉耶稣基督名受
说，啊，恁恁的对待恁的下辈，就我感觉这个事实，啊，你正确，我感觉正确安尼。对啊。真正你真悔改，但是你要清醒。对。你若无清醒，就是袂晓下辈。对。啊，有人讲，恁清醒，我跟他尽量做，讲着修了下辈。对啦。啊，那不是哦。对啦。我那一定是还有清醒了对待才对得下辈。对啦。对啦。啊，即摆即摆是真正下辈，我讲我拢我。这个道德是安尼无唔对啦，吼、嗯！啊，当时即摆是安那，即摆就是讲，啊，这个人哦，即摆就有意思呗。啊，咱人只人环境问题啦，你来做咧啦。啊，你甲做咧，就是讲啊，你因为你有做，你可以改，你到听袂落，到免做咧。哦，啊，对啊，有人讲，哎，啊，自然互伊渐渐变，变只个道德，只个经历了后，伊才知影讲啊，原来我是一个有罪啦。但是咱这边讲，咱家讲有善事对待，咱就下面。对啊。真是善事，人要得到钱啊。嘿，啊无钱的人哦，想要靠地硬的，哦正经的人讲啊正经的。啊买啊，想买啊，这四个人，但你讲哦，讲团聚是我，只要你讲到就讲，你就是做伙，做伙领受分享爱餐嘛。哎对。这个爱餐我领受。大家这一行，这这是叫做共识啦，做一吃饭。对。啊，若做一吃饭哦，伫咱这个世代哦，已经有一种现象出来。嗯。像你种啊，叫做大用餐。啊，对。你嘛共识一种。对。哦，大用餐，过来咱种食物银行诶。啊，对。食准这艰苦人是有迄种诶担待，不过我甲华人这去共识，讲你个物件爱心餐，我甲老人唔敢讲爱心餐。哦。哎，这是大用餐哦，啊，我去查翻到，大用餐你讲是叫爱心餐。嗯。伊讲我哦，我今日真欢喜，啊，我买两杯咖啡，甲寄伫个加十米啊，啊，我啉一杯好，啊，一杯啊，一杯老了输了啦。啊。伊唔是去做爱心的，啊，是。伊是要分享的。嗯。哎，啊，我安尼叫做大用餐。啊。我这意义比爱心搁较好哦。哎。不过伊这是足清楚哦，这是分米共用哦。我的物件就是你的物件，大家拢做伙用哦。哦，大家拢做伙用哦。啊，我有讲过，是因为大家拢认为讲，伫我在前几年哦，也搁着要来，这间着外日啦。啊，我老早是在等要啷样，我着卖卖嘞，变卖一切，啊，大家来组织哦，啊，分享给大家。哦，啊，搁伫伊着贡献大，伊有贴心，哎，伊若违反来讲。哎，我有这款的贴心哦，我有学习，也都比较欢喜付出。哎，我应该会当得着。啊，当然咱卖甲变嘞，因为哦，中间上届大是巴拿巴啦，巴拿巴大财富嘛，哎，大财富伊是安尼做，啊，唔只有第五张的股份。后来我有查迄个你讲的哦，这虽然表面话敢若是中间制度，啊，这是正中间制度。啊，就是讲，即讲实施的。时间短短啊，头啊，迄个，啊，你甲伊讲到第七章尔。啊，尾就唔是啊。嘿，到第七章尔。伊讲安尼的制度是头啊开始是完，啊尾感觉讲安尼。对。嘿。沟通。沟通。啊，这个规则变做做个共产主义。嘿，啊，这个共产主义就袂遐好。嘿，对啊，所以到第七章的时阵吼，人家才讲唔是这个意思，啊，就开始计算，啊，福音就出去啊。我来，咱坐。真好哦，这个挂个阿妈，托你福哦，你讲要食油饭啊，我大家拢有油饭面食。要搁送油饭来啊？对哦，搁送油饭来。阿妈不顶礼拜无食油油饭啊？嘿，阿妈无食油油饭，啊，所以油饭啊要食，嘿，啊，打算也无，啊，我叫客当哦，阿妈因阿母。对哦，阿错。嘿，对。阿错。好，后来咱这个阵阵搁一个结账机做啦，啊，到尾这个食这个油饭的，这个什么餐呐？啊，来请这个市长好不？这是我们介绍关于大金的时间，做的时间，不止非常之紧。
咱来祈祷，奉主耶稣名。阿门。来，咱一人先提一个，啊，提出来才看，安分。我买十五个。啊，比顶个台较细啦，嘿啊。顶个台迄个客啊，较大客啊，啊大客啊，无啊，这样较细客啊。大啊，将分一个，将分一个，再看了，怎么安那算？来，在泽州，太大了。哎喏，俺顶个摆的家，俺顶个摆这么多，顶个摆那大，俺这讲无那大个去啊。啊，对，安怎？我今日安怎？我今日摆了两块呢。啊，对对，摆个肥大呢。两块呢。你这个细啦。今日摆大个，食到欢喜个呢。啊，今天吃不吃呢？啊，所以这阿伯买了这 cupcake 啊。对哦，这样这 cupcake。对。不叫。这每个爱食包完呢，这样。你是讲你叫伊去一个蒸汽火？你呀。迄个红木椒甲木笋尔嘛，伊迄个阿妈你敢是倒来因倒有见？你家提贵拿回去。哦，你讲木椒拜倒你去，讲真诶，迄个。